刚在底下私讯叔叔，叔叔你干嘛怕桌球？怕你母还得，叔叔也要怕羽球。从今天开始，全部都怕羽球。谁在私讯叔叔问叔叔你会怕桌球？你被谁给你封锁？你好黑是关你啊？怎样吧？我好黑怎样吧？阳光男孩不懂吗？上礼拜不懂吗？我欣赏吧，运动型的嘞。上礼拜嘞，杀不来场嘞，好黑，你才黑，你全家规家伙啊都灰黑啦。歪歪的衣服都很好看，叔叔这不是歪歪嘞，搞不清楚状况哦。重点不是歪歪嘞，国家代表队嘞，懂吗？自己贴的吧，林北自己贴的，怎么是林北自己贴的？五个圈圈贴纸哪里买？无大无小，叔叔应该还没黄金就被刷下来。你别等下我塞两个给你，塞到你母啊拢袂认得你。叔叔衣服穿完记得还我，这又不是你的衣服。叔叔杀球可以让羽球掉一边，掉你母啊一点。叔叔也可以让羽球掉一边，懂吗？叔叔我朋友于静，于静生日快乐哦，于静。重点是恁这有足侪拢无意思诶。规工起来，叔叔讲，叔叔，我同学谁生日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他是你粉丝。叔叔，我女朋友可以生日快乐吗？他是你的粉丝。叔叔，我妈，他是你的粉丝。结果叔叔点进去检查，都没有追踪叔叔，叔叔的 IG 都没有在帮叔叔按赞，然后整天在那边说。叔叔，我妈是你的粉丝啊！叔叔，我女朋友爱你啊！粉丝啊，粉你不来得！叔叔，我女朋友看到你穿内裤之后，直接脱衣服怎么办？你女朋友看到我穿内裤直接脱衣服，你要确定呢？这样做严重呢？恁爸听一个拢变成唱歌呢？叔叔，你好像闪蜥蜴，恁爸等下我塞到恁母拢袂认得你。一直遇到渣男，好烦，太过分了！现在这个社会上都是渣男，你不要难过。等一下私讯叔叔哦，私讯叔叔，哦，叔叔跟你谈一下哦，聊看看有没有未来哦。我不是渣男啊，我属于软男那一种啊。叔叔，无用到天光，无用到五点外，要六点洗澡，洗香香才睡，睡到早还没几个小时，电话一直响，滴滴响，无法无天，手机啊传咧互海，整个那个 FB 的讯息，乒乒乒乒，赖在那边一直等人等人，电话一直响，到中午的时候，叔叔的助理。跑进来，马上把林北的房间打开。林北抓一下，林北想讲警察来冲。我想讲怎么了？伊讲你不要下楼，你都不要下楼。我讲是安那吼，是警网吗？警察迄、那个来冲吗？伊讲没有，记者有记者。我讲记者，记者会冲。林北各发生什么代志啊吗？接电话，喂，你好，请问是凤梨吗？对，我是。What's up？ 请问你知道某某人怀孕的事情吗？抱歉哦，我不明白哦，不清楚哦。那这个事情不应该访问我嘛？你要去问医生啊？你怎么会问我呢？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古灵叔叔分手快一年了，快要一年了。怎么什么事情都要来找叔叔？叔叔会知道吗？会吗？什么事情怎么会问我呢？你认为有可能吗？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我会知道吗？温布瓦公，今天那个呢，公司的电话一直嚷呢，一直响呢。我说妈妈啊，怎么了哦？他说好几组呢，
果农卡来讲，麻烦你帮伊讲一下安尼呢，帮忙我讲果农是安那吼，叫恁爸去看新闻，恁爸 FB 拍开 ，YouTube 拍开找新闻，衰啊呢，时间扎了准准准呢，哈，中国。讲无要进口台湾往来，到底什么原因无要进口？讲台湾往来有毒，讲有毒，点解有毒？你规家伙啊，我公妈拢有毒。讲台湾的凤梨有迄个做啥物物件？讲检测啥物啊？迄个做啥？介壳虫，但你袂骗，你袂去问谢龙介看有介壳虫无？你去问谢龙介啊，敢有？叔叔可以模仿谢龙介吗？叔叔敢模仿？台湾的这个派 Apple 往来，对今年三月开始到七月，拢在生产旺季。台湾的往来输出外销16个国家，全部拢照着 WTO 的标准，咱就拢无代志。偏偏啊，恁就有代志。蔡英文就已经讲过啊，台湾往来的品质世界级的，出口退货，这个合格率检验合格率。99.7% 的合格率呢，仅次于那个像啊，前国防部长那个是像冯迪索夫，你们大家都还塞我冯迪索，那个冯世宽超过100分，超过100分，仅次于前国防部长娘呢，这不是跟你讲生笑的呢，你今仔你无来，我紧，阮家己消，叔叔决定要帮助这些农民。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幫助，呼吁每一个人，从明天开始，看到那个有凤梨的东西都买。例如说，那个 pineapple 这个叫做banana 凤梨醋。叔叔要讲有一些英文哦，因为叔叔是属于国际路线的 international uncle 哦，有一些粉丝是来自国外的。他们才能听懂。啊，还有这个啊，这 pineapple ice， 凤梨冰，看到就才吃，拢免客气，才点落才吃。还有那个啊，这往来还有做啥物件？哦 ，pineapple gin， 凤梨果酱，见面马仔大润发都扫落，家乐福看到拢在扫，小北百货拢在扫，扫我扛唔扛？還有這個叫 Pineapple Loss 鳳梨酥啦， Pineapple Loss 酥的英文是 Loss， 反正鳳梨酥就對了，鳳梨酥看到就買下去 Pineapple Loss。 還有這個叫 Pineapple Bitter Gold Chicken Soup， 你们有去吃饭去餐厅的话，叔叔讲了这个要点。往来烤鸡鸡 ，Pineapple Bitter Gold， 迄个 Chicken Soup， 凤梨苦瓜鸡汤，一定必点，要支持啦，明白吧？叔叔你的身躯敢有介壳虫？你别等下我来折了。他不是要酸直播人嘞、欸。直接看到这个人，直接我看到这个人，没有什么屁用。每天晚上11点过后，只要他的男朋友离开他家，只要他的男朋友去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打给我，南台湾渣女团哦。团长、哦、他就是号称、哦、一个人烤一整个庄头、哦、那时候广妖还在当兵的时候，他以前还是男生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过了，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好险我今天是男生，如果我今天是女生的话，我一定会一个人喝鬼的。结果不出我所料，后面哦，我跟网妖经历的这段时间，哦，他变成了他的梦想。果真，哎、欸，一个人跑全台湾，哦，一个人特转台湾，说要酸直播的也是你，
专直播空无一句话嘛是你。我跟你们讲，为什么王耀又有双直播，你知道吗？他每次在直播的时候，他永远都是那几招而已啊。下次你看他直播，你们看我有没有乱讲？他永远就是拿一块杯子倒酒，然后就，我今天要跟大家示范这那个底妆哦，我要先示范这个底妆哦，然后他是这样，真的很烦呢，就这样。我那个我昨天去那个啊，我那个睫毛最，我那个睫毛最近比较尖，对啊，然后你们看我那个鼻子，我那个最近那个刚做好这样，我再来要去再用那个鼻子呢，大概都是那样，哦，它大概都是那一些，然后我那个最近那个、啊，我有吃那个有没有？就是那个会变大那个啊，有没有？这样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吗？越来越大，最好是会这样子啊！你没有这样。然后我跟你们讲，那个我现在最新的这个唇色啊，那这个是 YSL 这最新的，这是今年，这是今年那个唇色。我个人是喜欢这个，然后有另外一个色号，你们不懂的话可以私信我的小盒子这样，啊，整天就是这样。我在化妆好，我是要出门。有人要喝？有人要喝吗？然后你又看到过两个小时之后，我要喝醉了，我好醉。然后你再过三个小时之后，你又看到他的现状了，然后这样，然后又被检举，马上再被检举，然后隔天又，对不起大家真的对不起，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大家对不起。如果酸民不喜欢，不要看哦，大家不要看哦。我这两天不喝酒了，我被我老公骂了，我答应了喝酒。睡起来的时候哈，出门吃饭了哦，出门吃饭。然后出去吃完饭之后，我一直要说啊，今天我姐妹要干嘛？今年365天，浪是无浪日，大天拢好朋友、好邻里、好厝边、好亲情，有诶无诶好姊妹啊，伊诶金宝啦。阿姑啦，阿静啦，哦，阿波啦，就大家出平头尾，每天都有事情看。啊，您北工告告诉我，你想告诉我？我说我是子怡，私讯啊，子怡，你会觉得寂寞吗？叔叔马仔要来昆丁拜拜，叔叔有订民宿哦，可以一起哦。叔叔，我也可以去吗？笑死啦！你是查甫的呢，你寂寞你也可以去吗？你自己不会去哦、喔。你身为一个查甫囝，你到底不要塞车啊？要去你到底没想到到底去哦、喔？叔叔，我明天上班怎么办？没关系哦、喔，下次哦、喔、哈，下次有机会哦、喔、哈，下一次哦、喔、哈，没关系哦、喔，上班优先哦、喔、哈，上班优先哦、喔。叔叔，我明天也要上班。你明天要上班，关我什么事啊？你明天要上班，你跟我讲干嘛？你该上班，你上班时间你别上班哦，关什么代志啊？叔叔，女生可以去吗？传召哦，传召哦，宝宝我来了，宝宝你又来了，宝宝明天要去垦丁拜拜吧，宝宝要去吗？不要吵，凤梨宝宝是我的，宝宝你别当干那种宝宝，宝宝你别当公，我是你的哦，哦。你讲这样就不对了哦，宝宝你要记得哦，你的宝宝分分秒秒都可能是别人的宝宝哦。我不是渣男啊，我属于软男那一种啊。叔叔是扮演着在台湾宝宝的角色哦，明白吗？叔叔这一秒是你的宝宝，下一秒可能是他的宝宝哦，明白吗？叔叔不会像你们一样哦，哦。你们这些渣男齁，整天这样哦，看到每个女生都见一个爱一个哦，跟每个女生都说你是我的唯一，我很爱你哦，我爱你不是开玩笑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想要就有，只差在你够不够持久，这样哦。你不要说你这个泰国囡仔，我都扮多少个啊，渣男唯一指名齁，见底胸飘叔叔，只要认证叔叔就可以了，帅。叔叔是博爱的，大爱的精神。叔叔，
大爱 ，big love，big love 那一种，明白吗？会帮助寂寞的失学的少女、失婚的少妇、寂寞的轻熟女、中年妇女、老公长期海外经商哦，孤单寂寞觉得冷，叔叔都扮演着。哦，不可或缺的角色。叔叔，我失恋了。好哦，你是男生哦，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失恋，我能跟你说什么哦？失恋加油哦，快点去睡觉了哦。现在这个社会上都是渣男，你不要难过。等一下私讯叔叔哦。叔叔有几个女朋友？叔叔有这样哦。叔叔有这样的女朋友，这样懂吗？叔叔有 N 个女朋友。我不是渣男啊。我属于软男那一种啊，明白吗？留言太快了，叔叔，叔叔，我得回答。你没什么聊聊。留言太快了。没什么聊聊，讲就好。旁边的阿姨很吵，那个不是阿姨哦，那个是我老母哦，明白吗？哦，那是叔叔的老母哦，简称叔母哦，哦，张头鼠目的那个鼠目哦，张头鼠目。听懂我的意思吗？哦，叔叔，好物哎，好物我也没有办法哦，哦，好物也有一种朦胧美哦，叔叔在物理也是很帅的哦，明白吗？哦，稍微这样物物的叔叔看起来颜值特别的高哦，爆表哦，哦，懂吗？他念经哎。卡林姐，他小声啊，你在烧声啊。卡林姐，你烧声，还没有送完，不够。你看，这些就是那些海呀、啊，我有用心的人，人水水，心肝垃圾鬼，规天要凹叔叔，要叫叔叔吃头的，就是用免吃，全部拢免吃。无天良的，到良心就有够宝贵。鼠妈真的很会推销东西，本来去店里面买拖鞋而已，后来被推销买了5000多。啊、这个通常的客人来我们店里面，只要遇到鼠妈的话呢，非死即杀。现在是要吃播的时间吗？现在是要吃播，那你可以示范他们夹土豆这样吗？你看进阶了不？叔叔示范哦，看得懂吗？有清楚吗？有啦，看有一个比赛呀、啊。可以吗，同学？可以啦。可以。要有吗？有啦。叔叔，小编美吗？美。不管美不美，我都会跟你说美。啊、哦，因为我的生死在你的手上，我绝对不会说你的坏话的。每一间的小编都很美哦，很 beautiful 哦，很 pretty 哦，哦 ，JOB 哦，爱你哦，哦。很像那个志玲姐姐哦，叔叔，你讲话怎么有咖喱 Q？ 会有咖喱 Q 吗？你觉得有吗？如果你觉得有的话，那没错哦，才是正确的哦，因为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叔叔是嘉义人哦，你没有猜错哦，完全正确哦，冰果，叔叔，你鼻子那个是黑头粉刺吗？真的吗？像吗？你觉得像是黑头粉刺吗？那是痣的一种。你别啦，早晚若无脑神经出来用吼，我真正会死我。哦，我感觉我伫咧无度，我心中真正伫要停了。要怎么沟通好难哦、喔？你是新同学对不对？叔叔本来吼、喔，叔叔本来常常在开直播，但为什么叔叔吼、喔、越来越少开直播了？哦，因为叔叔吼、喔。每次哦开直播哦，看一下你聊天室里面这些哦这些同学，他们整天在问的问题，我讲给你听哦。叔叔，你怎么印堂发黑呢？你才黑，你全家鬼鬼回家都灰黑啦。叔叔，你是不是要中风了？叔叔，你长粉刺吗？叔叔，你额头几公分？叔叔，我想看你的吉娃娃，你根本就没有养吉娃娃。叔叔，你的拖鞋可以切西瓜吗？叔叔，你是加菲包吗？来，我问你，这种留言你有办法聊天吗？你能聊吗？我有时候开完直播已经开到我整个人已经错乱了。因为下播以后，我都会把电灯关掉，躲在黑暗的客厅里面。瑟瑟发抖，一直躲在黑暗的客厅的角落，躲在角落那边，在那边发抖，一直发抖。我一直在回想刚刚那个我永远不想回忆起的片段。林北到底看了什么？我刚到底回了哪一些留言？刚到底看了什么？然后我手里都会拿着佛珠，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然后脑子里面一直回想，一直回想刚刚的问题。哦，叔叔，你的拖鞋可以冰冰箱吗？穿不完可以冰冰箱吗？叔叔，你有鼻屎？叔叔，叔叔，我女友把萝卜糕放在……你看，这种留言到底要怎么聊啦？我到底要怎么聊天？我女朋友把萝卜糕放在内裤上，这种行为，我到底该怎么去开导她？我到底要怎么叫她不要这样做？叔叔，我射不出来，你射不出来，你就看泌尿科嘛！你射不出来，你怎么会？整天在那边问我，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叔叔，你有尝试过把绿油精涂在小鸟上吗？我没有尝试过，唉，我已经累到这个眼睛变双眼皮了，我已经到极限了，各位真的很抱歉，我的那个理智线，我的理性已经快要濒临崩溃了。希望各位施主，大家去逛街哦，去看要唱歌喝酒，好不好？哦，不要再烦叔叔了哦。叔叔今天一定要complain一下，complain。前两天，叔叔帮忙果农，去那个台南帮果农卖那个凤梨，结果他们有给我一个那个奖状，叔叔也没有特别的注意，叔叔没有特别注意那个奖状，结果。叔叔就发那个 IG 跟脸书，说大家要支持果农哦，大家要爱台湾哦，要帮助果农，要买哦。叔叔 po 上去之后，叔叔的私讯，叔叔 FB 私讯，还有 IG 的小盒子，就有很多简体字的 friend 对话的朋友来骂叔叔，说叔叔是民进党派来的，叔叔怎么会是民进党派的呢？叔叔没有任何的立场，叔叔本身是 yellow 黄色的，叔叔本身这里是 green 就是绿色的，叔叔的这里也有 red 就是红色的，叔叔的这里也有 blue， 所以叔叔有 blue， 也有 green， 叔叔没有哪一边的。有某一些 little pink， 小粉红，或者是 fry hair。五毛，或者是比较理性的朋友，拜托不要再私讯霸叔叔，叔叔是帮忙果农而已，帮助果农，懂吗？不要再霸了，有一些简体字我看不懂。叔叔，你长得像彭西青。恁爸像彭西青，恁爸又更像彭西青啊！恁爸这个样三姐啊，吵架安尼呢，感觉要死呢！安尼彭西青，恁个爸婆啊，恁母啊，雨伞站啦！彭西青，
莫名其妙。有些人哦，因为帅的问题啊，太帅了，会遭受到那个天谴，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嫉妒叔叔，你们会嫉妒我说啊，叔叔你怎么那么帅怎样？可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困扰的地方，哦，叔叔是标准的，标准的，狼恩叫大天，哦，狼恩叫大天就是叔叔，明白吗？懂我意思吗？哦，叔叔的还正常吗？一卖只大卖，叔叔敢污染我嘞？哦，妈呢？敢听我意思？叔叔，你的脸好猥亵！哎呦，你懂什么啦？你懂什么？你懂得浪漫吗？你知道那种罗曼蒂克的那种感觉吗？罗曼蒂克，你懂吗？不懂得浪漫的人，屁孩，就是你这种小屁孩，不明白，不明白我们这种成熟的男人，成熟的 man， 你们这种小朋友，规天扯公男，遇到妹子，看到那种大咧咧的、长腿的辣妹，整天兴起起，整天只会在人家下面，在那边讲美女安安哦，美女，美女吃饱了吗？你有吃饭吗？美女，今天天气有点冷哦，记得穿外套哦。你妈妈给你零用钱，不拿去吃饭，不拿去买饮料，不拿来买叔叔的东西。你妈给你零用钱，整天只会看妹子，看妹子的直播，在那边抖内，在那边抖内，送我送你火箭。以为你这样就会跟他在一起哦？以为你们这样，你这样你们就会就给了啊？无脸嘞，笑死人！叔叔不抖内，专门抖手，抖裂黑。叔叔是全世界手速排行第三名的男人，第三名的男人，你讲话放尊重一点。第一名是我们的加藤鹰，来自于这个 Japan。第二名是我们之前的总统，每秒钟 6.6 下， 6.6， 放尊重一点。被子哦，有被子，那个主播有一个被子的主播，你好哦，我现在才看到你哦，你下班了吗？邱维尔，主播你好哦，主播你好，我有追踪你哦，我有 follow 你哦，很漂亮哦，你能打那个、哦、小白球，那个 little white ball 小白球，我都有在看哦，维尔。为了你，我去报名哦，我去报名参加，我的小帮手帮你被置顶一下哦。你被的小帮手，你再不置顶，美女主播，你被扣薪水哦，懂吗？哦，其他哦，被子的一种哦。维尔有需要加 line 吗？需要吗？等等，叔叔私讯咯，私讯你哦，哦。我们私聊哦，私哦，下次叔叔有去报名那个打那个高尔夫那个有没有？我们下次约哦，约一下哦，我练习两三天就可以哦，我们可以一起哦，懂吗？去运动哦，不错哦，谢谢哦，爱你哦，叔叔你运动细胞很好，对啊，威尔我很好啊，我很会运动啊。叔叔自己就有那个啦，球杆啦、啊、你不用借叔叔球杆哦，哦，叔叔自己自备球杆哦，哦，我们打高尔夫的方式不太一样，基本上我们这个动作是差不多的，这个动作是差不多的，叔叔自己本身，叔叔直接这样就可以打高尔夫了，叔叔下次再表演，不需要用手，然后打高尔夫给你看，叔叔号称是现代的老虎子。Tiger Pepper 就是本人，就是我本人。哎、欸，小贤你好哦，
叔叔上次你有来恒春哦，有哦小贤，有哦你好哦，你很漂亮哦，加油哦，爱你哦，哎，不行，不能爱你，因为我不太知道你的感情状况，我不能乱讲哦，没事哦，刚刚那句话收回哦，哦小贤，我是说你很漂亮哦，加油哦，救命哦，啊没有爱你哦，不爱哦，哦，你要小贤还是维尔？我要小贤还是维尔？切尔西啦！问迄啥物白痴问题啊？当作恁爸是三岁囡仔哦，小编，什么叫做我要小贤还是维尔？小朋友，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今天下午，叔叔忙完了，准备吃午餐，又开始一大堆记者打给叔叔，一直打，一直敲叔叔，一直问叔叔，哈，叔叔，请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分手的事情又跟我有关了？为什么跟我有关？我又怎么了？我最近有怎么样吗？为什么他分手会跟林北有关？喂，林北看起来有像 fortune teller 吗？看起来有像老票温吗？会算命吗？是算命的吗？我会知道吗？叔叔看起来有像唐启阳吗？有像国师吗？像唐老师吗？叔叔你比较像张维忠，林北比较像陈时中吧。叔叔我朋友把要买你牛仔裤的钱拿去买很贵的陕西衣，怎么办？可怜啊，飘兴啊，太高音啊，垃圾金啦，规工乌白开钱啦，哈，袂晓算啦，唔知影要哪轻俭啦，哈，叔叔牛仔裤 CP 值遐尼高，你无大包钱摕去买一只陕西衣，哈，叔叔，我邻居小资文，我约他买叔叔的牛仔裤，他说不要，怎么办？小资文，你朋友哈要约你团购叔叔的牛仔裤，哈，不要，他说因为你的牛仔裤很贵。因为我的牛仔裤很贵，林北的牛仔裤会很贵，林北牛仔裤很贵。叔叔的牛仔裤是安那？叔叔牛仔裤安那？你讲林北听啊？怎么贵嘛？怎么贵？叔叔的牛仔裤，哈，设计安呢？哈，要刷白，刷白，要刷破，要刷破，有刷破，一次还有两个颜色，第二件还打五折，690让你穿很久，丢进洗衣机又不会起毛球，你老婆爱你天长又地久，不得切辣切辣说你真的好执着，要约你去开房间生小朋友，你别再穿黑色给你看。你别叫做美少公。公你白裤子很贵，很贵。你们还有一件黑色，这样会很贵吗？啊，今天难得让那种真的做自己的人，轻点。经典一起共度那个烛光晚餐啊，真的，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在聊很多江湖事，是人不能无法懂的东西啦，是不是？你平常开直播多少人？平常开直播1000这样是这样慢慢涨啊。你能帮我涨到多少人？能帮我涨多少人呢、啊？他直播都很厉害，好几万的耶！你帮我找到多少人？你看，叔叔说只要帮我，怎样？是不是江湖人就得帮江湖人是吧？是不是？你江湖人得帮江湖人啊！我跟你说，我刚本来真的觉得说他是那种，就是镜头前跟镜头下是不太一样的人，结果林北刚发现我错了，我发现他是真的是那一种。完全就是一样扛那种，一样扛是不是？我跟你讲，拜托，我经历过的事情不少你啦，他讲什么我都听得懂呢。拜托，你是不是被我打败？你有没有打败？你就直接讲嘛。我又美美的啊，我只花男生的就好了，我没有要出来混呐。我是坐在走那个边缘呐，你知道三教九流什么地方的边缘，像偶尔沾一下刚好啦，你懂吗？有事的话先绕跑，那你要叫他们帮忙。真的假的？你们很像吗？真的假的？你像我是好事耶，你的福气耶，是你的福气，拜托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的福气上到我，但鼻子挺眼睛大了。你每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教你英文，他教你台语。跟你讲哦，你以后跟人家讲好听的话，你就说 you're
对，那个时候怎样？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就是你好啊，你好，你好帅哦。你好帅哦Hello， 叔叔，你要说对，比这很漂亮的意思。你很美，对，对啊，你很美，对，美，你很美。看每个说 you 啊 ，you 的，真的被他搞到很热，你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天哪，你睡球太美了啦！我傻眼呢，你睡球太美了，大概是啊。很真心想要喂我吃的吗？你真心想要喂我吃？他怎么想要喂我吃？你是真心的？他真的拿起来又想要拆到我整个衣服哎！你真想要快快他让我吃我吃？我本来是想要，我说他拿起来，我说另外一颗是你的。叔叔啊，那也很贵。叔叔你在骗，别打电话。喂，哎，兄弟，别打电话。你敢知道你现在在创啥？我在直播，你直播了，卡不完。你敢知影即马山顶有一万六千几个人咧听你讲话？哇，不是的吧？大哥，我是草屯其他苏玉，你咪使叫我帮弟。倒一个苏玉，恁敢知？嘿呦，少年家，颔棍破脸穿牛仔。嘿呦，少年家，乌衫乌裤白布鞋。换你啊！掌声鼓励。无啦，你还继续接落去唱。哦，是吗？对，瑞波。哦，我是轰动不羁少年家，阮名声直直飞。我是庄卡来的少年家，兄弟拢甲做伙。你才笑我走，跳庄卡也是吃苦。叔叔直接组成一个团体，他们是超敦音啊。叔叔，等一下跟我的助理组成一个团体，叫泰哥音啊。两个都很会饶舌哦。啊、哦，呀，不还屌？叔叔是中风吗？你别中风！我是真靠那爱小人家兄弟拢甲做伙。叔叔跳舞很丑，唱歌很难听。林北唱歌很难听，林北都没有累过呢，林北都 live 的呢，没有在修音的啦，实力派啦，林北就是实力派啦。那个是五月天没有打给我，五月天如果打给我，林北也是马上唱。萧敬腾打给我的话，林北也马上就唱了。如果含羞草打给我。草爷如果打来，林北直接现场就 live。兄弟，你说来喝酒，一句话说走就走。超越原唱，五月天打给我，林北给你的恋爱 ing 改变 ing。叔叔，你会献歌的三眉三金吗？想你三眉三金，对他甲袂搭理，搁想一摆。明知也无采工，风吹草动嘛心叮当。林北怎么会不会？以为随便考我就会被你们考倒是不是？叔叔 only 有呢。我问天，敢会当卖创治？叔叔点歌冰雨，哈，冰雨真正不是林北在做呀，这真正不是我在好笑呀。叔叔号称，也不要说我号称，算是公认的，嘉义刘德华。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忽然的拍，暖暖的眼泪和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林北京家，叔叔唱一下讲这尊王的拜礼正是咱的圣王公，身在红山啊花园啊心，八戒菩萨多修行，八祖在菩萨行前。真搞不懂那些女生在想什么，怎么那么喜欢看你？关你啊？酸民吗？是酸民吗？叔叔，你的沐浴乳怎么没起泡？叔叔的沐浴乳怎么会没起泡呢？叔叔的沐浴乳很好洗呢。
什么没气泡？有啊，会气泡啊。叔叔，你的口罩可以当奶罩。恁爸的口罩你可以当奶罩。叔叔的口罩你要摕来做零配啊。啊，你唔得安尼，唔得落二 A、负 A 罩杯。叔叔。叔叔，你可以表演当场去世吗？叔叔稍微吃饭，叔叔吃一下东西之后填饱肚子，叔叔要开始叫啊，真的要开始骂了，真的很不爽，牙都没上。叔叔，你做过几次家常的兵士？脚床放无一个屁，狗嘴吐不出象牙，讲无好话，等若要送你上山头的时阵啊，送你上山头的时阵。马上你就可以做到了啦，公祭完以后啦，会有长辈来给你做红灯啦，吼、哦，一点灯，大帽四大星，吼、哦，二点零，二帽马等七零，吼、哦，三点五，我囝孙大大发现走袂去，四点金，我囝规工要走两块金，还不止家常嘞，那个车上面还会有佛祖，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车子的上面，哦，车顶各有佛祖。接引你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哦，西方极乐世界。叔叔，你被封过几次钉？你怎么不叫叔叔帮你封钉？叔叔嘛，真够帮人封钉的啦。等一下，叔叔带你封钉，封钉了，哦，线上的朋友，大家大声帮伊欢呼啊！风在东风解目，为子孙代代看到七郎定哭哭，因有啊！风在南方拼定火，看到破开百花，因有啊！风在西方金丝金，子孙代代起笑兼成金，因有啊！风在北方明开水。后代做甲你死拢也无薪水，伊有哦。叔叔，我伫咧棒球，好想哭。大家都想哭啦，哪你想哭呢？哈。还是很多不配合的民众。例如这样。怎样？怎样？必戴好口罩吗？还有这样。讲不听还这样。请乖乖把口罩戴上好吗？不配合的很多都是老灰啊，也不一定是老灰啊啦，不要都说老灰啊啦，也有很多老灰啊很配合啊。你们听歪数，就阮母啊，阮老母你安奈，属母啦，属母嘛算老灰啊，还食要六十岁啊呢。平常时啊嘛是安尼呢，老翻天啊老翻天呢。人但阮母啊嘛是对无，嘛是会配合啊，嘛毋是讲老伙仔就袂配合啦，嘛袂安讲安尼啊。啊是讲若拄着无配合的老伙仔，是讲也是来讲一个啦，对啊，好心拜托一个啦。哦，你来苛刻，你来柔性劝导。哦，你若拄着男生，你来讲哦阿伯，哦也是哦阿舅阿公，哦麻烦一个，哦啊口音甲咱挂一个，拜托一个，哦小弟也爱高正一个。哦，哎呀，讲无爱，你就过来拜托，你讲麻烦一下，你好好想看卖啊。哦，你目睭开开起来，当作你咧关录音，你敢听我意思？哦，敢若佛祖安尼，你敢听有？像佛祖安尼，豆豆来苦劝。哦，你有囝儿是谁无？你目睭开起来，你即摆有看到有想到你的囝儿孙无？啊，有，伊若因有哦，你来讲，啊麻烦一下，你若要死马紧吼，但你想一下你的囝儿是谁？哦，想一下恁孙呢？哦，你安尼辛辛苦苦安尼生个业务吼，安尼好不容易吼，安尼带你个囝儿吼，安尼车养大汉，吼安尼辛辛苦苦，吼啊嘛当动用着你个时间、甲你个精神、佮动用你个金钱，安尼辛辛苦苦安尼才车养我大汉。啊，即摆疫情安尼，哦，疫情安尼麻烦一下，哦，你若无爱挂，无说伊导着你个囝儿孙，哦，导一个，全部拢确诊，哦，包括恁孙啊、家伙啊，吼挂公妈，全部拢确诊哦，哦。他自己想到就会害怕，我怎么？恁爸那是做迄个嘴人，恁爸那安尼，恁爸真正是一个老顽童，恁爸真正是做唔正经啊！他就自己会去检讨，哦，他会去检讨他自己，哦，检讨完之后，哦，他自己就会去修正，他就会把口罩戴起来。降息专戴完，这个疫情啊，
冰冰冰冰啊，足严重的啊，是真正无咧甲你演戏的啊，真正足严重的，敢听我意思？真正足严重的，哦，澳门嘉义市啊，啊、哦，阮黄之平黄议员啊，哦，本身就是护理师啊，甲咱医师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啊赵尚凯，哦，他们现在在嘉义市啊，在嘉义市有组成啊。有组成一个后备的医疗团嘛，后备医护人员的后备医疗团，啊、哦，下个礼拜他们就准备要分发了，哦，分发到各医院，哦，去协助帮忙。他们这个后备医护啊，后备医护团啊，他们开始分发到医院去，各医院去的时候，啊、哦，叔叔会关门罢书。哦，叔叔会捐200套的那个防护衣加那个护目镜。叔叔，你不要再胡乱了，你没有捐。林北胡乱，林北的胡乱，林北没有捐。你这真正烂麻囡仔呢？叔叔，但我都关你啊，叔叔只能捐而已，叔叔能力范围只能这样而已啊，当酸民。规天起来做酸民，你若今仔去病院要筛检，哈，你看到恁爸，你敢敢让恁爸筛检？恁爸若安尼，你敢敢让恁爸吐？你敢敢啦？恁爸帮你筛检，你敢袂？你敢袂让我筛啦？安尼啦？哦，你看叔叔这个型，哦，叔叔早早就讲，叔叔看来无像 Doctor 嘛。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叔叔不是无爱，哦。所以叔叔的关防护衣哦，这护目镜防护的，让整套的安呢，哦，让这些哦，让这些自发性的哦，这些志工、这些医疗人员哦，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哦防护措施哦，然后来帮忙哦，一起度过这里、个、啊这个、疫情。开店了，开店了，然后他还有护目镜，好，感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叔叔，如果现在要约多人运动的话怎么办？等下你讲袂当群聚啊，佮规工伫遐来要猛笑猛屁，佮要多人运动。叔叔，你直播怎么有跑马灯？恁爸跑马灯？叔叔，这就是我家长啊宣导啦，莫安尼规工吼，他佫拢骂叔叔啦。叔叔有好做的啦，尽量啦，能做的都尽量做啦。叔叔，我两个月儿子跟你一起看直播，两个月的没关系啦，两个月不要紧啦，两个月还不知道还听不懂还不要紧。叔叔晚上要跟我被捧炮啊，捧你爹啦。叔叔这边有小朋友，不要一直骂脏话。您爸已经有上字幕啊，您爸有上字幕，你有看无？未成年请在家父母陪同观看，最好不要看，不要乱学，赶快去睡觉。我看您爸字幕无？林北是有上字幕的哦，林北嘛有分级哦，本内容含有惊悚、恐怖以及大量不雅用词，极有可能引起地方妈妈产生反感。我看到不？林北那种标语、指标、跑马灯，要可不可以怪叔叔？哈，讲叔叔啊啦，袂得你看标语吗？标语都没看。叔叔吃饭都很大声，很不礼貌。林北，林北吃饭很大声，不礼貌。在日本 ，Japanese， 在日本，这是代表一种赞赏，好吃才会这样。这是好吃，捌一口啥？你是捌啥？捌一个鸡肉，你是捌一口番薯？叔叔，阮母阿公食饭袂当出声，好啦，做好啦，叫恁母阿去睏啦。叔叔带我出去玩，我闷坏了。陈辉。
较乖的哦，尤其你搁伫咧重灾区哦，你最好在家里就好了哦，不要叫林北带你出去玩哦，听懂吗？明白吗？懂我意思吗？陈辉，哦，你就在家里躲好就好，你就当山打南海就可以了。现在全台湾疫情险峻，在家里乖乖的当山打南海。知道啦，三打吗？怕电脑、怕电动、怕酒情，你敢听我意思？那恁爸你就讲我黑眼圈很深。啊，那切啦，啊，那生得水水啊，切啦，你就讲我美女，你那个是卧蚕啦，你那个卧蚕，你那个泪沟啦。哎，啊，那看到我的，那黑眼圈很重。恁爸这阵啊哈，开始哦，豆豆咧修正家己的路线哦，要走迄个哦，偶像的哦，你敢听我意思？偶像派迄种的哦，帅哥哦，你敢听哦？麦克海林爸搁丑化伊哦，叔叔，你是造口业，叔叔，你要留口德啊！不是都你们惹的吗？不是吧？为什么要这么厌世的唱鲨鱼宝宝？林爸没有厌世嘞。林北很认真在看呢，那个有那个英文，林北要拼一下呢。阿明啊 ，baby， 啊嘟嘟嘟嘟嘟嘟 ，baby， 啊嘟嘟嘟嘟嘟 ，baby。啊，叔叔你喷饭好帅，林北喷饭很帅。哈，私聊哦，刚刚误会你了啦，误会哦哈，我们两个只能当 good friend 啦 ，good friend 你敢聊？不是叔叔渣啦，叔叔是给每个女孩哈一个家啦，你懂意思吧？哈，曾经你是叔叔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那一个，但没办法。迫于现实，历经成为人妻，叔叔的那个道德观，这个价值道德价值没有办法哦，违背叔叔善良的本意啦，你懂吗？叔叔没办法这样做啦，我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啦。叔叔应该比我小很多，哈哈。如果年纪的话，可能比你小哦。但叔叔其他都大哦，大哦，你懂吗？又很久、哦，你懂我的意思吗？哦，叔以前被告都告那种妨碍家庭啊，妨碍家庭的，你敢听我的意思？因爸大概也去用过吼、哦，十条内底有八条拢妨碍家庭的啦，足恐怖的啦，真的啦。叔叔吼、哦，所以经过这个驾驶以后吼、哦，叔叔暂时拢改邪归正啦，吼、哦，拢无搁做迄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啊，绝对无可能安尼看一个就爱一个啦。咱的人袂当安尼啦，查甫人要做一个痴情的男子汉，那像我安尼。交给你下半身不行吗？等一下啊、哦，等我、哦。叔叔哈、哦，一视同仁呐、啊，叔叔都一样啊，没有偏颇之心呐、啊。敢听我意思，我跟维尔一样是人妻。麻烦你哦，小孩。没事的话哈、哦，直播看就好了哦，看就好哦，明白吗？哦，不要撩叔叔哦。叔叔是很清纯哦，很单纯的男人哦，哦，叔叔不懂这种社会的套路哦，感情的圈套哦，叔叔不明白哦，哦，
不要随便撩叔叔哦，懂吗？叔叔最近啊，粉丝团整个都是私讯问叔叔，叔叔，你敢有在生到一个交友软体？叔叔，这个是你吗？恁爸讲几啊届啊，规工无闲到黑暗面，将士热情爆发，舞到规世界，用苗无够通哦，台湾人民主，牛奶上输恁爸分开，前两工啊，前两工啊尔。阮市内兄弟啊，市内阿兄，敲电话给叔叔，问叔叔，叔叔，你这阵啊，你这阵啊，敢有睏别人的妻啊？我讲无嘞，没有啊，我一个多月都在家里呢，我都在嘉义呢，不是在公司就在家里办公呢，都没有出去呢。唔知道一个孩啊，就是有只害群之马，冒用叔叔、假冒叔叔的名义骗女生，欺骗女生，骗女生尿尿的地方。再跟你们讲一次哈，你们这些女孩子也是一样啊，不要那么傻、啊，傻乎乎的叔叔，这样看不出来吗？认不出来吧？这样你还有办法被人家骗？恁爸，恁爸会睏别人的妻仔吗？敢会？叔叔，叔叔伫南部、南台湾，哈、啊，痴情的男子汉，南部纯情种马，哈、啊，痴情 USB， 被子哦，有被子。你好哦，邱维尔，我们可以一起哦，懂吗？叔叔，上次你有来恒春哦，有哦小贤。你很漂亮哦，加油哦！你要小贤还是维尔？问那些白痴问题啊！小朋友，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说好的痴情呢？叔叔，我暑假第一天就要约朋友去飙车。哎，这真正是。太高囡仔呢，垃圾囡仔，烂漫囡仔，唔正囝咧摇脚床，好声好嘴你唔听，讲也袂听，哈，你是咧翻电呢啊，听无人话呢啊，讲袂听呢，真个垃圾囡仔，太高囡仔，正囝摇脚床，无啊，是大人哦，无彩安尼辛辛苦苦，咱车养大汉啊，那早还是个大汉哦，无彩人的钱啊，无彩是大的米啦。早上来做你的饼店馆啦，叔叔带员工旅游去南投，叔叔发文，结果呢，随着叔叔乱写啦，污蔑叔叔，暗头啊七点卡来，恁爸接起来，你讲喂，请问凤梨吗？我讲对。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你不用再问我是不是凤梨，你是不是在给林北偷录音？他说：“凤梨哦，以下简单几点哦，电话跟你访问一下哦，请问你跟那个女生是你的女友吗？”我说：“不是哦，是好朋友哦 ，good friend 哦 ，good friend 哦。”那请问你们有一起出游吗？我说有员工旅游，伊讲那请问他是你女朋友吗？我说好朋友，请问你跟好朋友有一起睡觉了吗？就跟你说了，已经跟你说是好朋友了，好朋友 ，good friend， 叔叔有很多很多女生的好朋友，女生的。好友打来直接问叔叔，问叔叔有没有一起睡觉，叔叔请问有进一步可能吗？哈，就算有可能被你们一搞，哈，搞下去有可能也变不可能了啦，变成007了，007知道吗？不
可能的任务啦。叔叔忙碌嘞，每天嘞日理万机，叔叔本来已经很累了，没有要开嘞，不得不开直播嘞，澄清嘞，好朋友 ，Good friend。霓虹灯闪烁的夜景，照落水面飞海浪，江边思念你无心情。明明星顶山来看做是红灯，看做红灯，唔通啦唔通无情，那无情，你的心肝唔通遐绝情，遐绝情。青山绿水万重溪，行到溪边找无伊一个。水流声，因阮心内的怨气，当初不应该来误会，唔免怨叹是讨人。你若是男子汉，唔通搁再心茫茫，坚持心心甲希望。唔通阁做石头人。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凤梨爷爷哦，凤梨爷爷哦，哈，来哦。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那么狼狈。后面的朋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和咖啡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你别啊嘞，哎哎哎哎哎哎德华本人不是说长得像德华而已，不只要长得帅呢，要有那个颜值呢，还要有那个歌声呢，还要会演戏呢。Super Idol 的笑容都被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被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纯净的蒸馏水。阿莲啊。讲叫恁爸唱这条啦，叔叔已经唱给你听，搁达恁爸提出如无你的要求，达恁爸讲叔叔你会当唱台语的给恁爸听吗？恁爸都爱搁来翻。Super Idol 的笑容拢无你的甜，八月正头的日头拢无你擦白，热爱100度的你，滴滴顺清顺的蒸馏水。到底是谁给恁爸发明这种物件？志颖哥哥来了，小志哥哥你好哦！听说你要跳舞，我就来了。你先好好吃饭，等等直接副歌啦。我没有在那边，没有在那边擂的啦，没有在那边套的啦，套招啦，没有啦。只有我专业的来。不是每个一句都有美的回忆，用完伤心只有分离。不是每个真心都会有人珍惜，浪漫像我如此安利。不是每个真心都有美好回忆，只要你懂我陪你到底。再讲，当他风雨
唱。嘿呦，少年家，红棍破冷穿牛嘴。嘿呦，少年家，乌衫乌裤白布鞋。他们是超敦音啊，叔叔，叔叔，等一下。跟我的助理组成一个团体叫泰哥音啊，两个都很会饶舌哦。啊、哦，不会的，你背的是实力派啊。那个是五月天没有打给我，五月天如果打给我，林北也是马上唱。萧敬腾，萧敬腾，萧敬腾打给我的话，林北也马上就唱了。如果含羞草打给我，草爷如果打来，林北直接现场就 live。兄弟，你说来喝酒，一句话说走就走。超越原唱，五月天打给我，林北给的恋爱 ing 改变 ing。叔叔，你会献歌的三枚三金吗？想你三枚三金，对他甲袂搭理个，想一摆，明知也无采甘。风吹草动嘛，心叮当。林北怎么会不会？以为随便考我就会被你们考倒是不是？叔叔 only 有呢。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卖错唔知？叔叔唱一下，讲这尊王的。拜礼正是咱的圣王公。心在红山啊，花烟啊，是利用那个短暂，利用那个短暂的，短暂的那个大概半小时到四十五分左右，可以稍微在那个阴暗的阴暗的小巷子里面啦，稍微这样啦，摸摸亲亲抱抱啦。毕业之后啊，他要去别的县市念书了啦，结果、就抛弃叔叔了啦。今天刚好叔叔发准考证啦。发准考证刚好回想起这一段往事啊，回想了、啊、突然鼻头一阵鼻酸涌上心头了，涌上心头，跟各位分享了，跟各位分享叔叔的爱情故事啊。那当阵国二国三啊，高温七大啦，迄当阵吼，当咧流行吼，亚太啦，亚太电信啦，网络互打吼，免钱啦，吼，两个外浪漫咧，两个一人办一支，搁联合咧，啊，两个刚刚也要传了吧，也要传了，你下课了吗？我在那个哦，我到后门去等你哦，我到后门。林北，我跟你讲，啊，等于有三路啊，第三国中应该了，等于第三路我就买了，还有我就买了，还有第三国中好门了，还有你要出来放学啊，怎么样？阿旺都想课后辅导了，所以阿旺提早一个小时啊，忘记阿了。再来，再去文化路啊，去彼得，你知道吗？文化路应该买啊，文化路啊，路彼得。啊，开始啊，可以连拍哦。然后国中以后哈、哦，你们看到的叔叔今天 po 那个哈、哦，是叔叔的准考证啊，叔叔的准考证啊。啊，那时候哈、哦，去考起啊，考考了啊，我们就一起上高中了吧，他读那个啦，东吴啦，啊恁爸读加工的啦，规工拢伫个汽车工厂遐有无？规工伫遐弄榴莲，你安怎？然后用一节校车，屏幕往后一节校车，但是吼，我无一节校车，我两条都在练啦。然后校车到的时候，他只要在那个时间点再走回家就可以了，所以叔叔吼，我可以就进，然后可以先谈一下恋爱。利用那个短暂的那个大概半小时到四十五分左右，可以稍微在那个阴暗的小巷子里面啦，稍微这样啦，摸摸亲亲抱抱啦，都在那边亲亲啦，安尼啦，培养感情啦。毕业之后啊，他要去别的县市念书了啦，结果就抛弃叔叔了啦。后来音讯全无啊，音讯全无。叔叔因为灰心啦、失意啦、丧志啦，就没有继续再求学了啦，就不乖啦，不乖啦，就去当兵啦，然后之后就去进修了啦，进修了。一直到前阵子叔叔才找到了，但找到也没用了，也没用了啦。今天刚好哈、哦，叔叔发准考证了，发准考证刚好回想起这一段往事了，回想了，突然鼻头一阵鼻酸涌上心头了，涌上心头，跟各位分享了，跟各位分享。
叔叔的爱情故事啊。从来自以后，叔叔从叔叔失去初恋以后，叔叔就看破红尘了，叔叔就下定决心想当渣男啊，当渣男。一次次爱情的挫折，爱情的失利，一些悲伤、痛苦、难耐，才会导致叔叔整个性情大变了，性情大变，变渣男了，是这样来的啦。叔叔你出了，叔叔的好朋友送叔叔一个这个啦，叔叔另外一个朋友啦，他要送我那个啦，佛像啦。送那个观音呐、啊，你知道他送叔叔什么吗？就是咧公妈厅有无？迄后边迄佛祖的迄有无？他送我那个呢？我收到之后，我已经在 LINE 上面封锁他了。他竟然跑来脸书，还私讯问我说：“同学，收到了吗？收到的话要跟我讲一声哦，恭喜哦。Surprise! 收到，林北还跟你讲一声，林北鬼也心公会的。”规个要行起来啊！恁爸买新厝，恁爸准备要入厝，你甲恁爸用一个公妈，什么观音叉，跟我问讲收到了吗？要记得签收哦。要帮你开光吗？你帮恁爸开光那個，那佛祖差要创啊？你开光那要创来啦？尊名呐、啊！那有一天你准备要出山的时阵呐、啊，卖讲要开光啥物件啦？小弟啊，个人啦、啊，先给你赞助啦，国光的啦，国光乐队啦，大团的，我先给你寄付啦，了后啦，灵堂头前啦，见面搁给你寄付啊两对这个白狮啦，白狮边啊搁给你寄付两对大队的金童玉女啊，哈，见面沿路给你送对火葬场，准备要火化的时阵，国光的给你对归路的啦。降息，我搁拜托小慧姐，小慧姐搁来见面，搁带你演唱一支喇叭分几枚，见面让你随着这个菩萨，随着菩萨的脚步，前往这个西方这个世界，永远来逍遥，永远来自在。我今天已经快要没办法了，哦，叔叔规个心中有没有站袂住啊？叔叔入厝要送挽联吗？叔叔已经没办法再继续聊下去了，叔叔真的整个人真的快没办法了哦。加上这些留言，我真的已经到一个极限了，我觉得我快要爆炸了，我整个人快要压起来，我快压起来了，好不好？哦，都在讲这种话哦。问叔叔进厝要不要送叔叔挽联哦？你觉得要吗？你觉得会有需要吗？你就会有没有需要啦？哈。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今天没办法了，哦，我不给阿飘呀，我如果再这样下去，哦，我可能会失控，我可能会暴走，哦，整个会暴走，好不好？一雄，叔叔你渣男呐、啊，啊，叔叔，你不尊重你的另一半了、啊，啊，不尊重了、啊，不尊重女性了、啊，啊。有当时啊吼，叔叔嘛唔知影要安怎去替恁解释，你敢听我意思？叔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解释说，到底叔叔的为人是怎么样？哦，到底叔叔是什么？我算命的哥公叔叔前阵子啊，经济怎么四宝妈啦，偷吃啦。偷吃四宝妈啦，两三年前的事情，叔叔单身的时候，叔叔约怎样吗？约怎样啊？敢有动着恁家的 WiFi？ 敢有打恁家的公妈咯？敢有动着恁家的车库？恁爸敢有人创个大巴肚？创个大巴肚了，我的户籍敢有？叔叔是现代韦小宝啦。现代韦小宝就是我，比如啦，今天叔叔啦，同时交往60个女生，
叔叔同时60个女朋友，60个，但是叔叔的60个女朋友每天生活的开开心心，舒舒服服，没有争吵，没有纷争，没有口角，60个女朋友相敬如宾，和和气气，一家和乐，家和万事兴。倘若你无法接受，比如你是一个女孩子，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男朋友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老公是这样，我不 OK， 那你就不要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现在滑手机，你在看电视，你在干嘛？哎，你突然看到一个男生，然后3公分，哎，你就要骂他哦。到底 ，Hello， 他又没有跟你在一起，他也没有想跟你在一起啊。你们两个没有 together， 你懂我意思吗？你们两个没有 together， 懂吗 ？No，No，impossible， 你们是完全是陌生人，你们不会在同一个平行线，你们不会 touch， 你懂吗？即便你们 touch 也不会 match， 你懂我意思吗？叔叔很怕一些海外的朋友，哦，一些国外的朋友听不懂，所以叔叔会穿插一些 English， 哦 ，English， 懂我意思吗？我今天主要是讲连千亿啊，林北啊，大家嘛，还有像林北 Q， 我们会相处啊，我是已经消北爽的啊，其他台湾这个社会是无够混乱呢啊，连老板也进来了，伊入来安上好，规工制造社会一挂动荡不安。这侪少年家咧看你咧直播，看你咧讲笑讲屁，今仔即箍高二的啊，伊今仔敢有来攻击？伊敢有攻击你？他有没有攻击你啊？伊今仔是讲属性呢？这个被害者，哈，这个相信你的消费者，这个被害者，今仔搞来安那啊？他没有攻击你吗？他是陈述事实嘛，对不对？他陈述事实，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什么？这么是的，你是怎人安那看的吗？你敢怎人安那看的？外部的人安那看我唔知啊，啊内部的人安那看的？你真正无所搞的啦！恁爸先来讲人呢，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啦，拄啊好就好啊。该错就要认，唔对就唔对，卖底啊唔对，佮创个一支白佮底啊咧，规工底啊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社会唔是你咧撬的啦，我赶快佮迄句话啦，社会你佮无头的啊，今仔高二，伊敢有找你的麻烦，他有特别去诬赖你，去栽赃你，去说你什么吗？没有嘛。人家没有嘛，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跟他那个嘛。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如果这样那就算了，就没有，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在那边讲说要跳人的什么小鬼要扛，什么小鬼要扛。人家就戴个面具，人家是什么小鬼要扛啦？什么小鬼要扛？你练一个 NFT， 到底你有没有很懂元宇宙啊？你今天你做的事情，你在那边拿罗志祥，你在那边拿周杰伦，啊，你在那边拿陈零九，在那边讲，你写的他妈写的狗，你们有一样吗？你觉得你们有一样吗？你们有在同一个档次吗？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你们做的事情的出发点跟终点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到底是在你到底是啊？那天我们去接大甲吗？都在元泰，林八跟兵哥坐在那边，从头到尾我们就自己好好坐在那边，我们也没有怎么样，是不是你过来啊？应该是吧，应该不是我们过去吧？过来握手，握完之后你就在中间，美叔你跟他隔嘞，你跟他阿兄嘞，坐就算了。你坐在那边你就算了，你就做你的。
来你在那边叫人家拍照，我也不知道你叫谁拍的了，又在那边转发媒体啊，报捷哇你哇我那拍这个人你是什么世纪大和解的什么西洋骨头当时跟你和解，你爸是不爱插你爸当时跟你和解啊，你做生意不爱好啊，做生意整天在那里塞路麻痹啊，你是你吃得要做好你啊，袁千亿我先跟你讲的啊，我今天开这个直播啊，我就是都联络过啊，我都联络完啊，啊你别客气啊，你别客气啊，台北啊新北啊台中啊哦，包括这边的啊，包括台南高雄啊哦，你大家较注意的，无人要对你安那，但是搁听一解，听好清楚啊，无人要对你安那，没有人要对你怎么样，但是你自己记得就好啊，你记得就好啊，敢听我的意思？你捌对过大爱无？啊，林千亿，除非一个团体对不起过我们，啊，无咱出社会啊，是倒一个大兄，倒一个头家接受我们。带着我们成长，保护我们成长，让我们茁壮，你就是要感恩，要感念。做人爱正气啊，不是像你安尼啊，规工的啦，卖规工做迄个阿叔啊的行为啦，底下咧欺骗遐消费者，底下咧欺骗遐社会大众啊。遐兄哥看你是真正敢那阿叔啊呢啊，念听有？要做直播，咱就好好做直播。今仔这颗高二的啊，今仔这颗 YouTube， 伊今仔刚好来讲叫。他有没有攻击你啊？他是陈述事实嘛？他陈述事实，你他妈的，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什么好为什么 PS？ 规工底下拖扛棒，你是怎啊人安那看的嘛？你敢怎啊人安那看？外部的人安那看我唔知啊，啊内部的人安那看？即马是嫌社会不够混乱呢啊！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啊，拄啊好就好啊。该错就要认，唔对就唔对，卖底下唔对，佮做佮一支白，佮底下咧，还规工底下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制造遮个媒体一挂，你啊你是，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啊，今仔高二，伊敢有找你的麻烦？他有特别去诬赖你，去栽赃你，去说你什么吗？没有嘛。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跟他那个嘛。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如果这样，那就算了。你就没有，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啊，在网路上，在媒体前面什么？然后要听人的什么小鬼啊扛，人是什么小鬼啊扛，人家就戴个面具，人家是什么小鬼啊扛啦，什么小鬼啊扛，台湾这个社会啦，你即马这个社会啦，这兄弟人，大家是要转型呢，大家要转型来做生意呢。林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啦，今仔高二，你敢有找你的麻烦？他有特别去诬赖你、去栽赃你、去说你什么吗？没有嘛。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如果这样，那就算了。我们一起造起，最后买到假货的消费者们，还有被连千亿欠薪水的员工，大家一起去当面跟他对质啊！陈义伟啊，你要记得，5月5号6点，如果你不到，你退出 YT 界。社会不是你咧巧的啦，我刚讲过迄句话啦，社会你阁无头的啊！连千亿不甩警告，社会不是你在瞧，凤梨放弃治疗，好自为之。你真正无做搞的啦，恁爸先来讲人呢。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啦，你不要动不动在那边体育场，在那边体育场什么的。今天28号，我跟你讲，距离5月5号还有时间哦。线上6.1万个观众，
我没有再跟你一样，我们是买人数的啦。6.4万人降落吃瓜啦！凤梨叔叔27号直播开搞2000亿，起因呢是 YouTube 频道勾起你心中的恶，一下简称勾恶，值1000亿发行 NFT 诈骗。前员工也爆料直播安插安装送礼送红包龙息，假的。啊，2000亿或许不是送嘎子哎，起底勾恶的小丑身份反击，还约对方出来打球。在我创立勾起心中恶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就金盆洗手不干了，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勾勒代表的是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念。至于陈玉伟这个人渣垃圾败类，没有资格代表勾勒啊。他刚拍那个已经这么慌了啦，还会搞这个双重人格，一下勾勒一下陈玉伟，一下勾勒一下陈玉伟，慌了你懂吗？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陈玉伟啊，你要记得5月5号6点，如果你不到，你退出 YT 界。勾勒下不要他来啊，不要来啊，不要。他陈述事实，你的。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上面小的上面 PS， 这么是在啊？你今天是公主心呢？勾起你心中的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没有曲解你，他也没有抹黑你，他也没有误解你，他更没有断章取义。你要搞清楚状况哦，台湾是咱的宝岛，咱是台湾人。台湾人卖去欺负台湾人，你打你！你做生意不爱好啊？做生意你是规工伫遐咧，你哈？规工伫遐咧塞路马屁啊！你是你？你七楼要做好你啊？老！规工的呢？这兄弟哥看你是真正敢那阿叔啊呢啊？你敢听？阿叔啊，你敢听？阿四啊，阿四，你听得懂吗？阿四啊，连千亿我先跟你讲的啊！今仔唔是这个人，我来叮当啊！今仔卖讲台湾啊，包括东南亚，包括缅甸啊，咸的啊，迄唔是我来叮当啊，是大家无爱啊！我先来讲正经的啊，啊不你再来包过啊！我今仔开这个直播啊，我就是拢联络过啊，我拢联络完啊，啊你卖客气啊，台北啊，新北啊，台中啊，哦。包括这边的啊，包括台南高雄啊，哦，你大家较注意的，你家己记得好啊，你记得好啊，敢听我意思，刚好就好，适可而止就好。对此，连千亿谢谢凤梨的指教，不关他的事啦，叫他做好他的生意就好。而凤梨事后也回应，该说的都说了，也不愿再浪费社会资源，哗众取宠，希望后自为之，要赚钱多帮忙社会弱势哦。没有想蹭你什么热度，好不好？我知道你说你自己很红，我知道你说你的触及率很高，我知道你是台湾第一，不要说台湾，你是亚洲最狂直播主，好不好？我知道你是最棒的，倍棒，倍棒，好棒棒，好厉害！我知道大家对你就是大拇指，哪有大拇指的话，哪里有大拇指？我以前也关过，不是只有你关过，所以你不需要在媒体前面说什么哦，什么那个小屁孩啦，哦，唔捌徛过，唔捌去过迄落啦，内里亚啦，内里亚拢唔捌去过啦，迄唔捌啦，唔捌代志啦，社会书拢唔捌，不要在那边讲那个哦，被关过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被关过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光荣的事情哦，那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做错事情。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社会，哦，我们有犯错，我们做错事情，所以我们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今天才进去里面，哦，才进去蹲，哦，也不是只有你蹲呐，我也有蹲呐，你也不见得蹲比我久啊。
东西有问题，我们早就上新闻了，不用等到现在了，你懂吗？我卖2年多，不用等到现在，早就上新闻了，你懂吗？这几天哦，因为一些社会上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一些纷纷扰扰哦，来，我是觉得必须赶快告一段落哦，不要再造成一些社会上哦，社会上资源的浪费。